义务表演，只为了能够温饱生存。而这样的心态是人类对动物展现的权力傲慢。贾辛斯基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从这些影像中看见了什么。只要开始试着去改变，就算只是微小的力量，也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发菩提心。依照世亲菩萨所注解的发菩提心经论，我们已经学习到了第十二品最后一品的功德持品。在功德持品里面，最主要的也就是把发菩提心能够坚持不间断，而且不退失，就是要用十法来巩固我们的菩提心。在这十个法里面，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能够学习诸法，而且要先恭敬诸佛诸菩萨，也就是成就了正法的大觉悟者，而且以自己所觉悟的正法来慈悲教导众生，利益众生，这样子的究竟圆满的觉悟者。然后对于法，就要我们能够真正尊重学习，还要听闻不间断，没有厌倦，然后在法能够听闻，还要思维，然后落实来修行，而且还要安住在法中，也就是让我们真正跟法能够契入结合，就住在法里面。那这样子呢，还要发心能够解说，能够让法流通。所以以这样子的法为重的学习发菩提心，也就是能够自己离苦得乐，也能够发愿让众生离苦得乐。那这样子呢，也就是发菩提心的究竟的目标了。所以这十法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发菩提心还是要了解正法，然后能够思维，然后修行，然后广为宣传，能够流通。所以在最后这里呢，也就是谈到这本经的不可思议，而且能够听闻这部经能够让我们修行呢可以得力，而且非常的猛力，让我们知道这部经的殊胜，然后再做最后的流通利益的结论。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呢，就是把这一品的最后面的流通利益呢，再让我们升起信心。所以就谈到说，菩萨应当如是修行此经啊，如是经典不可思议，就是发菩提心经是非常
殊胜的一部经啊，因为让我们众生呢，在世间浑浑噩噩里面呢，知道我们世间的最宝贝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觉性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要去开发的，就是我们的觉性，要能够自我成就啊，而且能够离苦得乐，而利益众生。离苦得乐，这样是究竟圆满的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殊胜的一种啊成就啊！所以这个经典不可思议，在《发菩提心经论》呢，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的不可思议的原因呢，是有五项啊。第一项，也就是说，因为由这部经典。让我们知道一切众生呢，的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是佛菩萨的慈悲啊，所以《发菩提心经》让我们能生一切大慈悲种，也就是我们先慈悲自己，让自己离苦得乐，也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是大慈悲种。那第二呢，是经能开悟，引导具复众生令其发心，也就是因为发菩提心经就是要能够劝发众生都要发菩提心啊，所以能够让我们都是在束缚里面，就是有苦恼的这种状况的众生啊，而知道说哦，我们也可以啊。有方法来修行的，我们不要哦，都是在苦苦恼恼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里面啊，所以要开悟，引导我们众生呢，也要发菩提心啊，所以这样的殊胜啊。那第三呢，是经能为向菩提者而作声音，也就是说，当我们啊知道说。生命应该要发菩提心啊，那已经要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人呢，那这部经能够作为我们要升起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啊的一种因，就是种子啊，因为有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啊，那让我们能够决定发菩提心啊，就是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本来都具有的菩提种子啊，而能够有信心去啊发菩提心。那第四呢，是经能成一切菩萨无动之行，也就是依照这部经呢，我们就知道说哦，我们要修行，然后呢，也要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成就菩萨的无动之行。就是能够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教导众生都能够修正法，都能够发菩提心啊。那这里谈到的无动之行呢，也就是说，因为发菩提心其实是从我们的心发起的啦啊，所以我们不管借着外在的六度波罗蜜的行为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修行也好，其实这些的转变呢，好像都不是好像是搬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把我们的心呢，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那种，好像我们外在看得到的这些的动作，它只是我们的观念的转变，是我们的心情的一种转换。然后我们的心它根本的这样子的觉性的发起所以它这种称作无动之行是真正的这种深层的心的修行那第五呢，是经能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所护念，因为这部经讲的就是发菩提心那诸佛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也都是发菩提心而究竟圆满的，所以这部经
谈的就是诸佛所最关怀的核心啊，所以当然是诸佛所护念。所以从这五点呢，是让我们知道这部经典的不可思议啊！啊，他说的是我们众生啊，就是要能够关怀自己最珍贵的至宝啊，而且是跟诸佛感通的啊的这种核心，而且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所以这部经的殊胜啊，让我们知道了啊，也要发菩提心。那下面呢，就谈到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欲勤修集无上菩提，当广宣流布如是经典，于阎浮提使不断绝，令无量无边众生得闻是经。也就是说，既然这部经是这么殊胜呐、啊，那我们要能够啊，真正的来修行无上的菩提呢，我们也要重视这部发菩提心经啊。所以这部经呢，是谈到发菩提心的根本的经典啊。那所以世亲菩萨呢，在注解这部经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赞叹这部经。所以发菩提心经论是世亲菩萨所注解的啊。那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啊就是了解到，应该在啊就是第一品到第啊十一品啊，就是这部经的内容啊。那有世亲菩萨的注解在里面呢，我们也啊没办法说啊完全分开这个经跟论啊，只是从这个论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它本身。啊、经的内涵啊，那在这里就是特别强调这部经的殊胜。所以说要发菩提心，那我们是以修行为主啊。可是这部经啊，它是教导我们从开始要劝发，然后能够啊思维发菩提心的重要，然后能够真正。啊、发誓愿来发菩提心呐、啊，那落实六度波罗蜜这样来实践呐、啊，那这样子的这种内容，就等于是说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啊，就已经是学佛的所有的内涵了啊，因为六度波罗蜜就是菩萨万恨嘛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生生世世。都要修行的、啊、我们一生所修行的、啊、我们还要在、啊、就是累世里面、啊啊、都能够、啊、持续、啊、不间断、啊、因为我们的、啊、自己的习性啊，那我们也好像都是在、啊、清净、啊、在化解我们的这一些的这种无明、啊、然后开发我们的智慧啊，然后再落实，再来修这些菩萨的啊这种啊这种内容啊，所以这些呢都是点点滴滴的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啊，就是发菩提心的这种啊很实际的啊非常老实的修行。那所以在这里，所以听到的说，我们发菩提心也要来。流通这部经典、啊、也要让众生能够知道说、啊、发菩提心的重要。那总结起来、啊、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发菩提心呢，就是要好好的落实来修行，然后呢也要以六度波罗蜜为我们修行的、啊、重要的内容、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以这部经呢好像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一种啊，一种好像缩小版啊，就是我们依照这样的内容啊来掌握如何发菩提心。那里面所谈的这些修行的内容啊啊，我们还要再去学习啊。然后有一些经典呢、啊，专门谈布施的、啊，
有的经典呢、啊、专门谈禅修的啊，那有的经典呢、啊，好、啊、像《般若经》啊，专门讲般若的啊，啊，那这些呢，也就等于是啊，我们从这个啊简要的缩小版的《发菩提心经》，然后再去汇通各种的啊大乘的经典啊，它相关的修行的法门呐、啊，啊，然后去再维系的啊去学习。去修行、哦、所以以这部经为主来流通呢，它是掌握了是说我们发菩提心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把这一些修行的法门佛法的一个整体观、啊、放在说啊，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考量里面 啊， 啊最主要的是能够劝发我们发菩提心啊，那落实的内容点点滴滴啊，我们就要再去啊思维啊，再去啊非常维系的更加深入的啊参照各个经典去啊再学习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啊，就是要流通这样的经典啊。那下面又谈到呢，也就是说这部经典、啊、它的功力就是说、啊、它能够让我们听闻的人呢，它有殊胜的这种加持力、啊啊、所以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者，世人呢就是听闻到这部经的人呢、啊、悉得猛力不可思议大智慧聚，是听闻的这部发菩提心的 这部啊，不可思议的经典呐、啊，那他就可以啊，好像得到这个经的啊法力的加持啊，所以猛力啊，就是马上啊，就是很快的啊，就得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聚啊，啊，就好像就开发的智慧了啊。那这个智慧呢，应该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种。啊、核心的内容里面呢、啊啊，他就体会到说，哦，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然后呢，掌握到学佛的这个重点呐、啊，啊，就是要能够自利利他，然后好像对世间的一切呢，就好像就能够看破了啊，那对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啊，就是看清楚了，说哦，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是要。啊、从我们的内心的觉性来考量、啊、所以从世间法呢马上导正、啊、有正确的观念、啊、所以是猛力的、啊、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聚、啊啊、不可称量福德果报、啊、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成就 啊， 啊它是啊听闻了这个经典、啊、就马上就开智慧了、啊、所以这个经呢它的利益是这样子的一个啊，殊胜啊！那下面呢，又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的这样的殊胜的利益呢，它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下面呢，就举了啊，就是有九项的这个原因呢。第一项是说，是经能开无量清净慧眼啊，也就是发菩提心经呢，能够让我们听闻了以后呢。就开发了无量清净慧眼、啊、也就是说在发菩提心的经里面的考量呢，最主要的都是让我们、啊、做一个这种、啊、从发菩提心到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啊、有次序的、啊、整体的考量、啊、所以能够破除我们的这种、啊、一种障碍啊、就知道说哦，原来学佛呢是最主要的就是在于发菩提心啊，这个觉性从一开始到最就终究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主啊。那第二呢，此经呢能令佛种相续不断，也就是让我们说的啊，就是觉性的佛种啊，因为成佛也就是成就我们的佛性，那佛也就是觉的意思啊，也就是
每一个众生都有的觉性呢，都开发出来啊，所以是佛种相续不断呐、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也是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的德性啊，那这个是佛的智慧，佛的修行证悟到了，那也是佛的慈悲呢，让我们众生知道啊，如果佛他没有。啊，就是教导众生也都有这个觉性的话，那我们现在呢，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啊修行的一种成就了啊，所以这部经也就是佛把发菩提心，一切众生都有觉性啊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的慈悲啊，就是教导众生呐，所以能够让佛种相续不断。那第三呢，能救无量苦恼众生，因为发菩提心也主要的就是以离苦得乐为考量，一切众生的苦，也就是不知道我们有觉性，而去追求啊，就是外在的或者是我们内在的这些种种的念头啊，那所以就是被这一些的苦恼所束缚了。啊，那发菩提心就能够知道啊，我们最宝贵的是觉性啊，所以就不会被这些苦恼所束缚啊，所以能够救无量苦恼众生啊。啊，那我们如果知道了啊，我们说啊，我们开始学佛，可是我的苦恼、我的烦恼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啊？因为佛法说的这个啊，菩提觉性也好。修行的法门也好，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是要去对抗我们自己的习性啊。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习性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落实了这个法的修行以后，我们也才会知道说啊，是真的。只要我们依法来修行啊，这个苦是假的啊。所以有这样子的正法的内容啊，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无量的苦，啊，也能够让我们从无量的苦恼里面呢，离苦得乐的，啊，那所以这个都是这部经典的啊殊胜啊。那当然，我们在说这部经典的殊胜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一切大乘的经典也是一样的殊胜啊。所以前面就已经谈到了说啊，这部《发菩提心经》。它是要强调我们对法的尊重的啦，啊，所以在这里，因为是每一部经最后流通的时候，都在赞叹啊，每一部啊，我们在读的当下的这一部经啊，那实际上这样子是没有矛盾的啊，因为以这部经为尊重，赞叹这部经的时候，那我们也从这部经来赞叹，来修行一切的法门。啊，所以是这样子互相好像环环相扣的啊，是互相之间都是融通的了啊。那第四呢，就是因为这部经典啊，能够照一切无明痴暗啊，因为说的是发菩提心呐、啊，也就是把我们的觉性就是光明啊，就是开发出来。那第五呢，能破四魔及诸魔业。啊，四魔呢，我们讲的这个魔啊，就是障道，就是魔。那四种魔呢，就是四种障碍我们修行啊的这个障碍，也就是啊，一个是烦恼魔啊，五阴魔，然后是死魔，然后是天子魔，这四种魔。所以以发菩提心。经的殊胜功德是能够让一切众生能够开发智慧跟慈悲，所以在谈到这部经的殊胜啊，能够破除障碍，里面其中就有破四魔跟诸魔业。也就是我们谈到的啊，烦恼魔、
五阴魔、死魔、天子魔、烦恼魔跟五阴魔，也就是我们自己要修行所要对治的，我们自己的色受想行识的执着，还有我们的贪嗔痴，就是烦恼魔，因为这些呢，让我们障道。因为我们如果执着这一些，我们就看不到法的真实状况啊。我们整天就在这一些的这种想法啦这些执着里面呢，所以它是魔啊。所以我们说的，在修行所对的这一些的对境，其实就是要把它当作魔来看待啊。可是我们众生呢，就是没办法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一些的烦恼啊，当作是我，当作是我们的宝贝啊，不知道说其实这一些都是障碍了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宝贝啊。所以我们要来修行啊，来发菩提心，最主要的也就是要看到我们真正的宝啊。那除了五蕴跟烦恼魔以外啊，死魔也算是魔，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宝贵，也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生命的目标，那每一生每一世就等于是让我们再继续把我们的修行啊再延续啊，再来落实来增强啊。所以有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间，就是磨练的机会，就是修行的机会。所以当死来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这一世我们修行啊就要先告一个中断了啊。那如果我们清清楚楚的时候啊，这一次死了，我们下一次再来啊持续来修行哦，那这个都是很了不起的啦啊。因为一般我们如果掌握的不好啊，那我们这次死的时候哦，又慌乱又痛苦啊，那我们好像又失去了正念啊，那下一次要衔接到什么时候啊，什么程度也很难把握啊所以死是一个魔，也就是当我们这一次死的时候，所有的修行就到此结束了啦。那下一次的就不可知了所以是死魔。那天子魔呢，也就是指着这个欲界的这个六欲天的天子啊，因为呢他是在欲界，所以呢他本身呢也就是要掌控这些欲界的这一些的众生啊，他就是希望大家呢都是好像都是在都是在贪求自己的欲乐啊。所以他就是魔王啊，所以我们世间也有这样魔王他就是希望大家好像都能够受到他的操控啊，所以给你利益就是用这一些你想贪求的来作为诱惑那这样呢就是魔王那因为佛呢跟魔的差别呢，也就是佛就是要教导我们正法，看得清楚世间的真相，那让我们离苦得乐。那魔呢，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解脱烦恼啊，他就是用野心，用他自己的贪求的这种欲念要掌控为主。所以呢魔就是自我膨胀，然后要能够利益就是要利用众生作为他的魔业。所以当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觉醒了知道说怎么评判，然后作为生命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对抗自己的烦恼魔，自己的五阴魔那对生命要珍重，要好好珍惜。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对死魔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性的这种掌握那魔王就是欲界的魔王，我们就是要导正自己去除贪嗔痴
啊，然后要喝五欲啊，啊，要弃五盖啊，啊，就是不要有这些欲望啊，那也就能够破诸这个魔业，也都是从发菩提心啊来啊导正的啊。所以这部经的这个殊胜啊，也是这样的原因。那第六个原因呢，就是也能够坏一切外道邪见呐、啊，因为这部发菩提心就是以觉性为主啊，所以是正法、正知、正见啊，正思维，所以破一切的外道邪见，而且呢，它能够灭一切烦恼的大火啊，所以贪嗔痴也要破除。那第八呢，能够消因缘升起诸行，也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呐、啊。啊，这些一切因缘而生的这一些的行为，啊，那这里消呢，也就等于是说，我们在所做的一切有为法、有因有缘里面呢、啊，自己越来越小心、越谨慎，啊，那我们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引起，啊，就是没必要的这一些纷争呐、啊、怨恨呐、啊，啊，所以怨憎恨呐、啊。这些啊，所以发菩提心，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啊看清楚这些因缘果报啊啊，所以我们从因就要小心啊。那第九呢，能断千贪、破戒、嗔恚、懈怠、乱意、愚痴六疾重病，能除业障、报障、法障、烦恼障、诸见障、无明障、智障、习障啊，这些障碍了。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啊啊，让我们知道的这部经所谈到的内容啊，也是修行主要以六度波罗蜜为主啊。所以六度波罗蜜的布施正好能够断除千贪啊，那持戒也就是破除破戒啊，那忍辱就是破除嗔恚啊，那精进就是破除懈怠，禅定要正好对治乱意，乱意呢就是我们的心散乱啊啊，我们没办法自己做主，没办法专注我们的心念，那修禅定呢就能够破除乱意，那愚痴呢就正好用般若智慧来对治，就是能够观察诸法的真相啊啊，那破除愚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愚痴呢啊，基本上呢不只是说我们世间的这一些啊好像不聪明啊，而是说啊看不清啊这个诸法的真相啊啊，世间有智慧的聪明才智的人呢、啊、也不一定看得清楚这个诸法的真相啊，因缘果报啊，所有诸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啊，还有一切诸法性空啊，这些都不一定世间啊有才干有聪明智慧的人看得到的，所以要由六度波罗蜜啊才能够破除。所以这部经因为落实于修行就是六度波罗蜜啊，所以能够去除这六个啊的这种重病，所以在这里称这个贪啊、悭贪、破戒、嗔恚啊，就是发脾气啊、生气啊，还有懈怠啊、啊乱意啊、愚痴，这六种现象呢就称作说啊，六疾重病啊，是六种极端严重的病啊，就是我们通常以生病呢都是当作是我们肉体的病，那这里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心病啊，我们的心悭贪也是病啊，不舍得分享也是病啊，我们的心破戒啊，啊，就是杀盗淫妄酒啊，啊，就是麻醉自己啊，那这些也是啊，
也是病。那发脾气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容易生气、嫉妒啊，这些也是病啊。懈怠就是不愿意让我们的心啊专注在法上啊，就是放逸自己，这个也是病啊。那心散乱呢、啊？啊，想东想西的也是病。那愚痴就是见理不明，对诸法啊的真相没办法去观察啊，这个也是病啊。所以这些的病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啊、就有障碍。所以下面说，我们如果能够以发菩提心经啊，那修六度波罗蜜啊，那就能够去除这六种病，而且呢，能够去除我们啊所碰到的这些生命的一些障碍啊。所以这里就用业障、报障、法障、烦恼障啊来代表我们的障碍啊。啊，一般我们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啊，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啊，我们诵完经啊，要做回向啊，也都是啊，做这样的回向，我们自己啊，能够消除三障，啊，因为我们学佛听闻经典啊，也就是主要就是要开智慧啊，啊，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跟福报嘛，啊，那要先破障为主啊，啊，那这些的障。啊，就是以业障、报障、烦恼障为主了啊，这是称作三障啊，就是三种障碍啊。业也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做的事情都不能够有成就，不能圆满啊，这就是业障啊。那报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啊正报，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啊不充啊不明。然后我们的身体啊也不好，我们的心智啊也好像很微薄，那这个也是障。那另外的依报就是我们所生的这种环境啊，啊它的资源啊，啊那可不可以能够方便听闻佛法啊，要能够学习啊，方不方便啊，这些就是报障啊。那烦恼障呢，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贪嗔痴多，那就是烦恼障。我们要学法呢，我们自己的心啊也没办法专注啊，那这些都是障碍。那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些障碍呢，我们就一一啊能够破除。因为我们能够发菩提心，开启觉性的时候，修六度波罗蜜啊，总归就是能够修福修慧啊。那当我们的福报大的时候呢，啊、哦，我们的报障业障就少。那当我们的智慧开发的时候呢，我们的烦恼障就少。那相对的，另外这边又多一个法障，也就是学法啊的障碍。那当然发菩提心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法的尊贵啊，所以要求法，要学法啊，就去除了。那也断除了。这个破除诸见障啊，也就是等于这些邪见啊，啊这些的不正见啊，啊也破除了无明障，也破除了障碍我们的智慧的障，也破除了我们学习的习障啊。所以这些的障碍都因为我们啊，就是能够学习发菩提心经而能够破除。那下面就是总结一个结论啊，就说取要言之，此经能令一切恶法消灭无余啊，能令一切善法炽然增长，也就是说这个是绝对的善啊，那能够去除一切的恶啊。所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仪，欢喜爱乐，生稀有心，当知世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种善根啊，就等于是以发菩提心经为代表了。如果我们听了这部经，我们
升起一个欢喜心，哇，这么殊胜，我们应该发菩提心呐、啊！啊，发菩提心是这么重要啊，菩提心是这么啊宝贝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等于是已经供养的诸佛啊，而且是无量无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深种善根，就等于是这个是大善啊，所有的善。就是以发菩提心为最尊贵了，最宝贝啊！因为发菩提心是我们的根本的觉性，那根本的觉性一定是绝对的善啊！所以当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啊深种了善根呐 啊！那下面呢是有把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啊对发菩提心的这种尊重呢。的原因啊，能够有这么多的利益啊，啊来解释啊，说所以者何啊？此经是三世诸佛之所旅行，也就是说，发菩提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是这样子来修行的，这样来发菩提心的嘛。所以我们能够以发菩提心为主啊，尊重发菩提心经啊，那就等于是。供养了无量诸佛深种善根呐、啊，所以啊，行者得闻是经，当自庆幸，扩大善力，所以我们应该要啊，非常的欢喜啊，啊，就是说我们能够有机缘啊，听闻到这部这么殊胜的经啊，啊，这个是来赞叹这部经的。那下面呢，又谈到能够流通。啊，这部经的四个利益啊，第一个是能够书写读诵这个经的啊的一个功德，那第二呢就是能够啊如说修行的功德，那第三呢也就是能够尊重有这部经啊说法的地方，就等于是啊塔啊的地方了，那第四呢也就是能够供养。啊、这部经的功德，那第一个书写读诵此经的功德呢，是当知此人所获福报无量无边啊，因为此经所缘无边故，心发无量大誓愿故，摄受一切诸众生故，庄严无上大菩提故，所获福报亦复如是，无有限量。就是说读这部啊发菩提心经啊啊，那就因为这部经它本身啊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它是有无量无边的誓愿，它摄受一切的众生，因为菩提心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嘛啊，所以当诵啊发菩提心经的话，那就有这样子的这个经本身的功德力，那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发菩提心经啊，可是发菩提心经论就等于是涵盖了发菩提心经的这样的内涵吧，啊，那第二呢，也就是能够啊，就是了解这部经的义理，而如说修行这样的功德呢，是一切诸佛于阿僧祇劫。以无尽智说其福报亦不能尽，哇，那就等于是说我们了解发菩提心的内涵啊，而且能够如实去修行发菩提心啊，那这样的时候呢，一切诸佛都会啊称颂我们的福报啊，就是以发菩提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力啊，就无穷尽了。那第三呢，若有法师说是经处，当知是中便因其塔啊，因为是真实正法所出生处故，是经随在国土成邑聚落寺庙经舍，当知是中即有法身，也就是说当这部经啊存在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来啊解说这部经的地方啊，就等于是
这部经的法就在啊说法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是其他啊，那这个地方呢就等于是有法身啊，也就等于是这部法的代表了啦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法，它的殊胜的力量啊，在所有的地方啊，它就等于是法身就在那个地方了啊。那第四的功德呢，也就是能够以花香啊，就是烧香或者是供花或者是祭月啊，就是我们喜欢啊听的啊，让我们身心安乐的这些音乐啊啊，那能够悬针，就是用啊这个丝带啊、丝织品啊，或是翻盖啊啊，或者是割背，就是我们说啊能够翻背啊、翻拜啊啊，那赞叹、歌颂、赞叹这部经的殊胜功德啊，那合掌恭敬啊，当知是人以少佛种。也就是我们在赞叹这部发菩提心经的时候呢，它的功德的无量无边啊啊，只要我们愿意用种种的方式来供养这部经的时候，那就是继续啊，就是传承这部经啊，就等于是因为啊能够赞叹这部经的殊胜的无量功德啊，就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承传这部经啊，这部经的法要的一个功德力了啦。那下面呢就是说啊，再强调说，如果啊有人具足受持经者，也就是说我们用言语、用啊这些花香来供养这部经的啊，就等于是将法来流通了，那何况说有人具足受持，也就是说依照发菩提心经所说的内容来持经来修行，那这样的人呢就成就功德智慧庄严了，就自己啊真正能够修行得证了啊，所以他的智慧庄严呢，他的功德更加啊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说用外在的供养已经是能够啊让这部经法能够流通啊流传，那何况呢修行啊，那修行就更加是真正实证啊啊，所以这样子的功德更加殊胜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的人呢啊，就是在未来世当得受记，也就是真正落实把发菩提心能够来修行啊，能够成就的人，那他就等于是得到佛的受记，也可以成佛，因为成佛就是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啊，所以说最后呢就能够决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从发菩提心经啊，能够落实修行而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等于是从发菩提心而究竟圆满无上的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整部的发菩提心经论啊，让我们就是没有看到发菩提心经的经文的内容了，也能够了解发菩提心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旨大要，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啊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啊，要我们能够啊真正发起无量的这样的决心，而且自己能够成就菩提心，也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能够落实来修六度波罗蜜啊，所以点点滴滴的这一些的内容啊啊，我们可能呢都要啊生生世世啊能够去学习去实践的啊，可是呢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以发菩提心为我们每一世的生命的最终究的目标，
那降的时候呢，我们以这样的愿力呢来带领我们，那希望我们都是能够朝向菩提心的这样的究竟圆满的目标。那我们依着世亲菩萨所注解的《发菩提心经论》我们来互相勉励，来互相来学习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九五姐住在这个拉萨的这段日子啊，生活还是很充实的。她每天都在不停地转绕大昭寺，天天转，日日转。而这个莫医师呢，有一天听说啊，之前九五姐在三耶寺转绕的时候，有人看到她不是双脚走在路上转，而是在半空中绕着三耶寺转。所以呢，莫医师也是特别的好奇，心想会不会在拉萨也能看到这种神奇的事情呢？于是呢，他就偷偷的跑去观察，一看呢，果然呢，这个九五姐呢在半空中绕着大昭寺转。无论怎么样呢，总之呢，九五姐天天绕寺的这个举动啊，感染了很多的人，大家都想学习这种绕行的法门，或者说是了解一下绕行的功德和方法。于是呢，九五姐就说，在所有有为的善业里面，没有一种行为能比绕行更增长一个人的福报。比如我们在印度，曾经有很多人因为绕了某某寺院或者某某佛塔的缘故啊，而成就，这种成就者大有人在。又或者呢，有些人因为绕行治好了腿肿等等疾病的，也都不再是少数。听他这么一说呢，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就开始转绕这个寺院和佛塔，包括现在呢，大家都去藏地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的藏族人每天都在不停的绕行寺院、佛塔、神山、玛尼石等等，什么都绕。这可能也是来自阿底峡尊者的启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古印度呢，就有绕行的这种习俗，而且我们在佛经里啊，会经常看到一些，比如绕行佛陀三圈，然后呢，在顶礼的
类似的这种描述。但是呢，这个传统呢，在汉地并没有流传的特别广，只是藏地有这样的习俗，所以呢，这很有可能是跟觉姐有关系。除此之外呢，觉姐在拉萨的时候呢，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觉姐每天就这么绕着大昭寺啊，心想啊，以前的这个占卜建了这么好的一座寺院，那在这个建造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有趣和神奇的故事，都不知道它建造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一直都在琢磨这件事情。当时在拉萨街头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女乞丐，她呢就每天坐在街头，以织毛衣毛线为生，疯疯跌跌，衣衫褴褛，所以呢人们称她疯女。她织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呢不管你给多少钱她也不卖，有的时候呢就算分文不收她要送给别人。不管怎么说呢，有一天呢觉姐碰到这个那个疯女，她就把觉姐叫到路边的一个角落里，低声地说，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大昭寺是怎么建成的？听他这么一说呢，觉姐就知道啊，他是绝非凡人，可能有点像是愚钱女或者空行母之类的人。虽然呢当时在街头没有办法对他行大礼，但是呢觉姐默默地对他心怀恭敬，心中对他俯首礼拜，然后呢回答他说，当然想知道啊。于是呢这个疯女就说，那您就去大昭寺里面找到一根有标记的柱子，然后呢在它下面往下挖大概2米左右深的这个位置啊，就能找到相关的文献藏在那里，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呢。觉姐听后呢立刻赶回了大昭寺，挖地3尺，果然呢就找到了那本文献。但是呢觉姐发现啊，有一个神仙保护着这个小宝藏。当时呢这位神仙就对觉姐说，您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去抄写，但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能抄多少就多少，过了今天就没有机会。于是呢就是觉姐就赶紧叫来侍者南娇巴等人，一共4个人抄了整整一天。因为时间仓促呢，而且呢纸墨也不够，虽然有些潦草，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抄好了，剩下一点点没有抄完。不管怎么说呢，最后觉姐把这个文献呢还了回去，然后呢把这个手抄本呢交给了南娇巴，吩咐他说啊，这部书的这个守护神有点厉害，你一定要看管好。而至于这位愚钱女的事情呢，她却只字不提。直到有一天呢，觉姐突然说啊，那个愚钱女圆寂了，我看到很多天神过来迎接她。南娇巴就问，什么愚钱女啊，谁啊？觉姐说，就是那个街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那个疯女啊。于是呢南娇巴就特意跑去街头，发现那个愚钱女果然刚走不久。那么这部文献就是一部伏藏法啊，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所以呢第一圣蒋公康楚仁波齐所写的《白伏藏诗
传记当中呢，阿底峡尊者也被列为伏藏师之一。